林志玲有着很多女生羡慕的东西，不仅长得美，身材前凸后翘，还有一双迷人的大长腿，穿什么都很好看。3月6日，林志玲官方后援团就在网上晒出了一组林志玲出席某活动时的美照。照片中，林志玲看起来状态与气质都非常的好，而现场也是因为她的出现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可谓是人气爆棚了。不过，除了官方晒出的林志玲现场美照之外，网上也是流出了路人拍下的林志玲在现场的照片。对比路人拍下的照片之后，林志玲在样貌上并无太大变化，只是这露出的美腿让人看了之后就有一些一言难尽了。放大之后来看更为直观，这与志玲姐姐以往晒出的美照比较，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简直是判若两人，完全可以用象腿来形容了。再来看一下林志玲早前在网上与网友互动时晒出的美照，这些照片中的她无一例外都是拥有着一双让人羡慕的笔直美腿，而这笔直美腿与此次路人拍下的真是有不小的差异呀。看了这些之后，也是不禁让人扪心自问，志玲姐姐这是怎么了？这腿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